欢迎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走进天津卫视的大型情感节目《爱情保卫战》。本节目由葵花味康宁独家冠名播出，修护胃黏膜，止痛更止痛。来看看今天请到的几位情感导师是谁？他们是情感导师雷鸣老师，欢迎；情感导师周小鹏老师，欢迎；情感导师徐巍老师，欢迎；情感导师陆琪老师，欢迎。来了解一下这对情侣的基本情况，请看。他比我大17岁，他特别在意别人的眼光，总是对我们的感情遮遮掩掩的，让我觉得特别没有安全感。我只想简简单单的谈个纯粹的恋爱，他却总要弄得人尽皆知的，我真的觉得他这样的行为很幼稚。我希望他能更多的依靠我，把我当成一个男人而不是一个男孩，我是真的想给他一个家。我比他大，而且还结过婚，我很担心他和我谈恋爱只是一时的冲动，我现在对于这段感情越来越迷茫。有请这对情侣，有请。王先生24岁，来自辽宁，厨师。李女士41岁，来自辽宁，个体。欢迎两位啊。怎么认识的呀？我们是在视频网站上认识的。是谁看谁的视频？他看我的视频。我看他。当时我发了一个作品嘛，然后他就刷到我了，在下面评论啊，然后我们就这样就聊上了。那不就粉丝和偶像的故事吗？差不多。差不多吧。您是他粉丝？因为他当时玩摩托车嘛，我觉得小伙儿挺帅气的。他就关注我了，然后我就给他回个关，我俩就私信聊，然后后来加微信，就后来就聊上了。从粉丝变为女朋友用了多长的时间？半年多吧。这个谁主动？我主动的。我是男的，当然我觉得我应该更主动点。行，那到现在为止好了多久了？好了1年左右了。那个时候追他的时候知道他整个的背景？知道，因为聊天的时候他都跟我说了。比我大嘛，我大挺多的，然后之前也是离过一次婚，然后有一个17岁的儿子。你比他大17岁？对，我比他大17岁。你儿子17岁？对，我儿子17岁，而且我儿跟他是一天的生日。那你比他儿子大7岁是吧？对。当时你听到这些时候，你还有勇气去追吗？有勇气，我觉得我年龄没什么问题，我不在乎年龄。我有点犹豫，说实话，因为一开始只是我们两个单纯的在一起，挺简单的。但是接触了1年左右，包括我们的生活圈子、交往圈子相互融合到一起的时候，我就有点乱了，有一些不知道该怎么往下走下去了。他毕竟比我小那么多嘛。然后包括生活当中，我不太喜欢带他进入到我的朋友圈子。为啥呀？因为我觉得我们两个相爱就好了呀，单纯一点谈恋爱就可以了呀，就没有必要说听别人的风言风语啊。就是怕别人说什么这那个的，然后听心里不得劲儿。对，也有这方面原因。那您儿子现在跟谁啊？我儿子跟我的前夫。见过吗？没见过。想过以后就是以这种谈恋爱的方式继续这么处下去，还是有一天有一个结果呢？想有一天有个结果。感情嘛，毕竟相处都不容易，喜欢上一个人也很不容易，我也很珍惜。只不过是现在时间我觉得还短，没到那个时候。再一个，我儿子现在17岁，正好面临着高中上大学的一个阶段。我不太希望那过早的接触我的孩子，直到我们的关系稳定下来以后，再去接触孩子。你还有想跟他儿子见面的想法？有，我之前就跟他说过，因为之前有一次他儿子要放假了嘛，然后他就说把儿子接回来，然后他陪他儿子玩一玩，多陪陪他。然后他就说给我报一个那个旅游团，让我出去玩玩，就把你支走。我就想，我当时我就生气，我就想，你给你儿子接回来，为什么要给我支走啊？你就是不想让我跟他见面啊？是，然后我就生气，我离家出走了。我当时怎么想的？因为我儿子17岁，正好处于一个挺青春期敏感的这个阶段，他也面临着要上大学、考试这些东西，我不想给孩子太多的压力。是。再一个，作为一个母亲，我不想把孩子的爱情观带偏了。本身我们两个的感情在一起接触，我知道我们两个是怎么回事，是比较单纯的那种感情，就是我喜欢他，他喜欢我，就是很好在一起。但是孩子他不懂，他会有很多认知上的偏激，我就怕给孩子带偏了。他有啥认知上的？我就怕我儿子以后再找个像我这么大年龄的。那有啥不好？你可以，为啥呢？
不是你自己在这个，为什么你会排斥这个呢？我也不知道我是怎么想的，但是我就是怕孩子会这么想，因为我不想给孩子的感情观带来一些误导。就是说，你对你们之间的这段感情，你也并不认可吗？我怎么说呢？我没有跟比我小的，就是交过男朋友，因为虽然我离婚十几年了，但是这些年我一直也是在国外。我前夫伤害我也很深嘛，其实我对男人没有什么太多的信任感或者怎么样，我也想找一个比较单纯的人谈恋爱，不想跟我的同龄人一样，就是有好多乱七八糟弯弯绕绕的东西，我本身性格也不是那样子的。听明白了，所以他是呗。对啊，那但是只是我们的年龄，我觉得我们相处是没问题，但是他想跟我儿子在一块接触的时候，我就会过多可能考虑到孩子啊。对，这个不见也罢。但是他就不理解啊，他当时就生气了，一摔门就离家出走了。我当时想，怎么这么幼稚啊？就是不是他不该幼稚吗？他该幼稚，但是他对啊，您不就要找一年轻的吗？他不就幼稚吗？那我当时就是一时生气了，我就上头了，我就摔门就走了嘛。行。然后后来过两天我不也回来了吗？是回来了。回来我冷静下来，我回来了。我师傅说那个要不那个我拿钱我带你儿子，咱仨一块儿出去玩，对不对？他也没同意。那你凭什么认为我儿子能跟你相处得好呢？你觉得我觉得我们俩没差几岁，怎么就不能相处得好呢？万一我俩合得来，再处成哥们了，是不是？啊，你俩处哥们，我们两个谈恋爱，那是那么回事吗？我领着两个孩子出去旅游去。不强求，有多大能力做多大事儿，你可能还没那么大能力呢，就让你跟一个陌生的十七岁的男生相处都不好处，更何况还是这种关系，对吧？而且他特别迫切地走进我的生活啊，也特别希望我迫切地走进他的生活、他肯定是这么想啊。但是我觉得恋爱就是我们两个就好了，一对一就好了，我们两个开心就可以了，为什么一定要走进别人生活？本来我们的年龄差这么多，差这么多，有的时候我都不带他去我的朋友的那个圈子接触、为啥带过吗？因为我怕别人会风言风语说一些话对他不好啊，他不带我去，就是不想让我跟他朋友见面，然后就是各自有各自的圈子，不就挺好的吗？你怕他们说什么呀？我怕他们说我老牛吃嫩草啊这一类的话。不是你都做了，别人还不能说吗？我觉得我无所谓，但是我觉得会伤害到他。哦，你怕他受伤？对，我怕会伤害到他。你介意吗？我不介意。可是这种话听多了，谁心里都会不好受的。你朋友会说吗？我朋友我不知道他们会不会说，因为我没带他去过我的朋友那儿。但我知道他的朋友有的时候说的话，我就挺难以理解。你朋友都怎么说？有一次就是我有一个比较玩得好的哥们儿，我说哪天带我女朋友咱一块儿吃个饭，然后几次了他都不去，他都拒绝了。是我都没有去过，完拒绝了好多次，他反复跟我说，我也挺不好意思，我说那去吧，也别驳他面子了。结果一去了以后，他朋友上来就说，哎你行啊，一步到位了，你这是傍到富婆了吗？这当时就把我气的，我也是没法说什么，怎么解释？因为是他的朋友，都是年轻人，然后我就挺尴尬的，当时说实话心里也挺堵得慌。结果他也不解释，上来了就一句啊，对，我女朋友刚从国外回来，妈妈在帕劳还有产业啊，儿子十七了，眼看快成年了，我就是一步到位，我进家我就当爹了。我当时给我气的，我真是，我想说他，我又想说他朋友，我又说谁都不是，我就特别尴尬的那个场面。我就觉得他们就是这么想的，那我就替你们全说了，对不对？那你为什么要说这些？这些本来它不是事实啊。那我为了保护你嘛，那他们就那么想的，我就这么说了，我把他们随那有必要吗？不是事实的话，你说那些有必要吗？我就是为了你好嘛，当时。可你这种行为太幼稚了。哎，没啥幼稚的，他那个岁数不就应该这样吗？血气方刚，保护自己喜欢的女人，对不对？可是这些话听在我心里像个事。哎呦，那有啥？你知道你知道他不是这样，不就行了吗？那我们两个过我们两个日子就好了，何必还要在外面一定要弄得人尽皆知的，然后让别人去评价我？特别在意别人的看法，特别在意别人的想法、眼光，就是这些。啊，之前就是像我前女友联系我说一些话，她特别在意，特别放心。不是你前女友联系你说什么呀？我们在一起，我前女友就知道了嘛，然后就联系我，就给我发信息，然后她就看着了。不是你前女友知道给你发什么信息？是她前女友，哎呀，因为我前女友给她发信息说，那个我离开你是我对不起你，然后你是不是因为我的事受刺激了呀？你才找个像妈似的女朋友啊，找个年龄这么大的呀？我对不起你，但是你别这么恶心我呀！就当时看完了，我挺生气的，我把他电话就给摔了。不是你摔他电话干啥？因为他们两个用他电话发的呀。
还敏感。是啊，那本来我就对这个年龄，我说句实在的，我心里挺介意的，而且我也挺珍惜这段感情的。但是就到现在，就谈到现在这个为止这个阶段，我就已经不会去往下谈了。我怕了是吧？对。哎，他前女友就是发那个最让你在意、最刺激的是哪句话呀、啊？他说：“你不要因为这事儿，为了恶心我，找个像妈一样那年龄的女人。”啊，是不是让我觉得挺难受的，心里挺堵的。别人说归别人说，你自己有这么想过吗？有。你问过他吗？问过，我当时我就过去问他了。你还问？嗯，因为我性格就是很直接嘛。啊。我就问他，我说你是不是因为受刺激了，还找个像我这年龄的女的呀？他咋说？然后他当时回答，他说：“对啊，他说我前女友是比我漂亮啊，比你年轻。我说我现在口味变了呀，我就喜欢你这样的。那你不口味也变了吗？我们两个差17，你前夫还比你大9岁呢，你现在找个小这么多的，那你口味不也变了吗？”当时给我气的，我就把他电话给摔了。就这么想的？我也是。那我不生气吗？就对，他就这么说的，哪有这么说话的呀？我前女友说的话，他宁愿相信，他都不相信我。你说要成为成熟一点的人，他是不是不会这么说话了？哎呦，真是，我当时也挺无语的。嗯，还是喜欢你嘛，至少这个阶段是喜欢的，对吧？因为我们一开始接触的时候，他挺成熟的表现的，就没有接触到外人的时候，他表现的所有的方式，对于我也好，照顾我的生活也好，都是很成熟的。嗯，就包括我们生活上的一些照顾。话没，就是爱情能让一个男人变得幼稚，我觉得好像确实是这么回事儿。不幼稚啊。可能对他感觉来，他就是觉得我不是，他不就现在就想像一个特别硬汉的男人保护你吗？只是你觉得幼稚吗？但是他用的方式肯定还是用他现在这个年龄的方式，对吧？可能是吧，所以我哎呀，有的那现在困惑啥呢？这不是听起来满满的幸福吗？就是我唯一困惑的就是，因为他比我小的太多了啊。然后有的时候，比如说我表达关心他的方式，嗯。他就有的时候他也不接受，我有的时候想给他买一些礼物送他，我觉得这是正常的吧。而且我们两个现在在一起生活，一开始我说，哎，我有套房子，你就搬过来我这边住吧，正好照顾也方便一点。哎，他就不，他说我住你房子干嘛？为什么要住你房子啊？我说那怎么办呀？他说那我们在外面租房子吧。我说行，那你刚工作没多久，工资也没那么高。我说那这个钱我来出吧，毕竟我说句实话，我比他大一些，我经济基础好一点。我觉得也让他依靠我一点，感情上我多依靠他一些，咱就补短一点嘛，我心里也踏实一点，我最起码能付出的多一点。然后不干，哎，行，那合租一人出一半，结果家里那套房现在空着，那何必呢？然后买东西也是送他礼物，我朋友在新加坡嘛，有的时候代购回来一些小的名牌衣服呀什么的。我觉得我男朋友，我想给他打扮得漂亮一点，穿我买的衣服不也很正常的吗？他自己又不给自己买衣服。买回来了，哎，让他试，就是不要，让你退了。我说代购的东西他怎么退呀？他说，哎，行，勉强收下了。一个月以后开工资把钱给我转回来了。我当时还挺高兴的，我说你给我转钱，这是生活费吗？不是，这是礼物的钱。我就是觉得没有必要非得买那么多，就是名牌的衣服。那你就依靠我一个，你在外面都可以说吃我软饭，那怎么的到我这来就不行了？我在外面那不是为了保护你我才那么说吗？堵他们嘴。那你敢说怎么就不敢做呢？那你心里不是也在乎这件事吗？我自己可以赚钱，我有我的经济能力，对吧？不，那你就依靠我一点，我想让你多依靠我一点，因为我是个男的，对吧？我想带你出去旅游玩一玩，给你买点小首饰什么的，衣服，带你出去吃香喝辣的。我觉得这一个男人做的应该是没毛病。我这么想，这个没有什么对错啊，就大家的这个。就我想表达给对他关心的时候，他总是也在拒绝我。这个就特别像你觉得跟他是真爱，你觉得你们爱情没问题，但是你害怕你这段你认为的爱情被你儿子知道以后，你儿子再这么谈的时候你觉得别扭。其实这个感受是一样的，就包括这臭小子也一样吗？你说他在不在乎，其实他挺在乎的。是所有对金钱的放大的贪恋和放大的拒绝都是害怕的。可是他这也不算是有他的心魔吗？对吧？不是，对呀，是一样的嘛。所以我说你们有啥困惑？你不是也说了吗？谈恋爱就好，你们谈着恋爱又没打算结婚。我有结婚打算。啊，你打算什么时候结婚？打算现在就跟他结婚，但他不同意啊。你求过婚吗？求过婚，之前求过。他之前吧，在怕牢的时候就特别喜欢潜水，我就知道他有这么个爱好，我就偷摸的给他买了套潜水服嘛。啊，
然后就送给他当礼物，我就跟他求婚，然后他就没答应我，怕了是吧？嗯，我看你是想跑吧，但是又喜欢，我就觉得我不知道该怎么跟他相处，就是他总是在拒绝我的一些好意啊，包括我现在，因为我现在的工作不是特别忙，在他总玩摩托车，因为他当时他刷短视频的时候，他也是因为他玩摩托车嘛，我就挺喜欢他，挺有朝气的这个劲儿，因为我平时也喜欢运动，但是在一起以后就比较在乎，我就去年嘛他就出车祸了，我就不太喜欢让他骑这个摩托车。你看以前不在一起的时候他玩我觉得哎挺傻的，那男孩挺青春的，我挺喜欢，但他在一起了以后我就会很在乎这个东西。那当然了，然后我就跟他说，我说哎我正好有个小吉普车，我说我也不开，你这么的你上下班你用我的车吧也方便点，哎他就不，他还骑他那个摩托车到处开始兜风，我就每次出门我就心里揪揪着，我就跟他说，我说你知道我担心吗，他说不啊，他说我就喜欢骑摩托车，你就哎呀，对我就是喜欢骑啊，他总是担心我出问题、啊、就有的时候出门了你什么时候出去的，然后那个到了你也要告诉我一声安全到了、嗯、就每次都这样。哎你能放松点吗，你就把他当成一个男人看，你别管他，你把那年龄忘，你就当是个男人，你会怎么对待他，你就正常对待呗。我觉得你们自己放大了这个所谓的年龄差导致的这个问题，男生也是这样。你是在谈恋爱吗？是啊。你谈恋爱是为了一个女人的钱吧？我觉得我们就是纯粹的爱。不是、就是、我就觉得你贪他钱。思考一个问题，说得清吗？就是你跟我们这些外人说得清吗？是不是说不清？那么我就把我看成是跟他的正常交往，在恋爱当中他送我礼物他觉得高兴了，我收了这个礼物我也觉得高兴了，我在我的能力范畴之内去回礼或者用其他的方式回馈他的情绪，你觉得谈恋爱这件事正常吗？正常。那你何必拒绝呢？只有当你们两个人真的忘了你们所谓的年龄差和世俗对你们看法的时候，那才是你们真的好状态。你们现在没有好状态，我不觉得你们关系特别的好，两个人都背个壳，女方想的是哎呀这个小孩亏了呀，他那么年轻啊，我得怎么回馈啊，我受不了啊。我就是觉得一开始生活圈的只有我们两个的时候，他上班我工作，就没有那些乱七八糟的事，但是一旦接触到就双方的朋友圈了，不是因为你想，如果你们两个就因为一场爱情把两个人关在一个壳里了，你们俩会多痛苦啊，没有朋友了，没有交际圈了。可是他可以交往他的朋友，我可以接触我的朋友、啊、不会啊，大家还会问呢、啊、这就是我刚才说那个问题啊，都知道啊，你朋友应该都知道你谈了一个小家伙吧，你朋友都知道你谈了一个大姐姐吧，本身都是知道的事儿，为什么要回避呢？为什么不能面对呢？但是我真的是怕有一些风言风语，别人说完了以后该有的他会有一些想法，该让他有想法走啊，扛不住就走啊。你最担心的不就是风言风语多了他扛不住他走了吗？你不也就担心风言风语多了你扛不住你要跑吗？那就做爱情的验证就好了，我是这么想。但是我们又看到了好像这17岁的年龄差不是在我们这些世人的眼里是个年龄差，反而好像是两个宣称自己相爱的人成了最大的一个阻碍。你们看这个怎么办吧，帮他们出出主意呗，让我们一起进入丘比特问卷。你能告诉我一下会损失什么吗？不会损失什么。就我在仔细琢磨你跟他这段恋爱损失什么了。没损失什么。不损失。对，因为你自己心里明白，在我们所有人眼里，哪怕他就是岁数比你小很多，哪怕他就是带着动机，在我们所有人眼里都是这样，在你的眼里不妨碍什么，你会损失什么吗？也不会损失什么、所以你可以放轻松啊，你做了一件潇洒的事儿，但你不是真潇洒呀，装潇洒是最累的。因为也不想让他有一些不好的体验吗？什么？其实我如果你真的在心里把这疙瘩放下，你放松的跟他去接触，他要接不住，他要觉得这体验不好，他接不住他走了，说明这不是缘分，哪怕最终走不进婚姻，单身男女男情女怨你不亏欠谁，不行就说明缘分不到，你需要一个平常心。对，您需要平常心吗？您有平常心吗？我觉得我也有。那么着急干嘛？赶紧把你儿子叫来，我们跟哥俩试着处，我根本不给这个女人空间，你现在就得把她叫来，你不把她叫来白白了您，那我离家出走，你给她空间了吗？你有平常心吗？
她就是一个普通的单亲妈妈，她再婚必须考虑孩子能不能接受，你非要在明年高考之前让这孩子接受吗？所以你给她空间了吗？你至少这一年空间得给吧。那何必耍这个小性子呢？如果我是你一哥们儿，我就问你，哎，跟这大姐姐谈恋爱是不是一切都是现成的呀？你要有平常心，怎么回答？羡慕吧，你找不着。你没有平常心的时候，你所有动作都是变形的。你要有平常心，那就是个普普通通的单亲妈妈。我们两个人恋爱，我们两个人的事儿，你们爱议论，过得着的，我跟你解释两句，你接不接受跟我没关系；过不着的，你管得着吗？是不是？所以别急，你得给他空间。那还有一个动作变形，他送你的礼物你喜欢吗？也还行，我就是觉得别还行，喜不喜欢？有一点吧。有一点喜欢是吧？我就觉得我也可以自己买呀。哎，何必呢？动作变形了，你做了件潇洒的事儿，但是你在装潇洒，装潇洒是最累的。所以你们两个本身感情没什么问题，但是你们俩相处起来怎么就这么别扭？你平常心，你也平常心，别装潇洒了啊。谢谢。他们要有平常心，他俩就不至于到这儿来了。他也做不到平常心啊。你们的确做了世俗的人都不敢做的事儿，但你们还是用世俗的人做的事情的评价标准和眼光在谈这段恋爱啊。你知道你女朋友到底怕什么吗？她就是怕别人那个闲言碎语。她根本不怕别人闲言碎语，她怕你说不到做不到。而且的确你就是说到了做不到嘛。她买所有东西是我喜欢这个我买得起我买，我喜欢这个人我送给他，就这么简单。那怎么了？你为什么不能接受？他就是有房子，那怎么了？他有房子就住得舒服，他为什么要搬出去给你租房子呢？我就很奇怪你的脑回路到底在哪里呀？好的爱情就是心口合一的，所以我都真怀疑你没那么爱他，所以他怕了。如果你真的想要跟他在一起，不要谈结婚，先真的大大方方的，该住进去住进去，该对他好对他好，该接受他礼物接受他礼物，但同样的你也送给他你觉得好的东西。我为什么想就是一直想跟他结婚？因为你先别想，你先把这做到再说了。你连房都不敢去住，你想什么想啊？所以男孩，如果你真的爱的话，别自卑，你可能有的就是那个勇气，但你可能缺的就是把你的勇气执行到底。同样对女生来讲也是一样的，你儿子为什么就不能娶一个比他年龄大的女人？你不觉得你自己很双标吗？是有一点，不是一点，是太双标了。因为当你有这个思想的时候，你没办法真的继续跟他谈恋爱，因为你不知道怎么去面对他的父母了，你没有真正的平等的去看待爱情了，还是在用世俗的眼光去评价吗？所以我相信那句话，真的爱情没有年龄，更没有地域，有的就是你们能够共同去面对，一起商定去解决。而你可能缺的也是能够好好跟他商量。如果你认为我要跟你租房子才是真的表示我对你的爱的话，我觉得你把自己做委屈了，所以你不敢去面对他，也不敢面对他的朋友，更不敢面对你的朋友。那你不妨大大方方跟他说，住房怎么了？住就住啊，不就是个房子吗？你有那么担心吗？你有那么胆小吗？你要胆小你怎么追我呀？大大方方接受，大大方方说就好了。可能大方了以后，我觉得爱才能好好的保护下来。两位老师都鼓励是吧？啊，你肯定反对喽？对，我是有点不同意见啊。口味真的是可以变的吗？说变就变，这口味它是个什么呢？到底是口味变了还是被伤害了呢？你前女友比你小吧？比我小。哦，那怎么当时不想找一个大一点的呢？为什么分手啊？因为前女友喜欢上别人了。哦，他就反过来理解呢？你被伤害了，你不能说你不喜欢你女朋友了，对吗？如果是你不喜欢她了，分手了，我觉得这增加了你和现在的女朋友的一个胜率，但不是。你那会儿喜欢这样的，
突然被伤害了之后又喜欢这样的了，口味多变，这就是不稳定。你为什么分开啊？上一段，因为我前夫就是比较花心嘛。那你也是被伤害了。对，你觉得降不住比自己大几岁的那些人？我不太喜欢跟同龄人，就是我不太喜欢他们之间那些弯弯绕绕的那些爱情啊。你觉得面前的这男朋友比较简单，比较纯嘛？对，至少比较干净一些。但他如果也长大了呢？如果今后口味变了呢？那你怎么办？所以这也是我很担心的。你们互相真的够理解吗？真的合适吗？真的轻松吗？真正的爱就是轻轻松松的，对吧？就是舒服。你们现在爱有点沉，男生啊，你理解他吗？我，你不理解。在不理解的情况下，居然说我们结婚吧，我的个天啊！你又远了一些，怎么看出你不理解他呢？你觉得他不愿意见你的朋友是因为什么？怕什么来什么？你的朋友果然说出了那样的话，你又是怎么说的呢？你说的话他爱听吗？你说我开玩笑呢，你在用你们的语言在沟通，但不是他的语言。未来要真是要步入婚姻的话，走长远的话，你们得有共同语言。没有，你了解他吗？不了解。你买了一个礼物，他不太喜欢，你喜欢他的点会越来越少。原先觉得哇开车很酷，但是现在成了换一个角色就变了，对不对？不要去开，那是他的喜爱。好好考虑考虑好不好？好，来，雷鸣老师说。是这样啊，刚才曲伟老师说了，后来他口味变了，将来他口味再变了怎么办？这个时候我问一下李女士，咱们事业有成，你怕他将来变心吗？说实话不怕。不怕吧？对。他现在爱你不就完了吗？你不怕他变心是吗？那你不爱他。不对，我们爱一个人怎么能不怕他变心呢？是这样啊，我们现在去爱，放松的去爱，因为我们的实力足够承受一段爱情产生颠簸，对吧？我再问一下小伙子，你现在去爱，将来如果有变数，你耽误什么了？你怕他变心吗？所以他说你们将来要口味再变了怎样？什么叫真潇洒？我现在爱这个人，我敢于拉着他的手跟他往前走，这叫真潇洒。他们在偷换一个概念，就是你们享受现在就好了，不用想以后。你是可以，你说我可以不怕他不爱，你不疼啊？会疼。你不怕伤害啊？也会。你别被人家忽悠了，好不好？啊，成年人承受自己所做的一切决定的后果嘛。来，陆琪老师，就我有些感慨啊，你看。
陆琪老师总结得很好，什么闲话呀，什么什么枷锁呀，现在不是还没到枷锁呢吗？没到吗？因为我父母，我父亲去世比较早，我母亲在国外嘛，他妈妈也在国外啊，所以我父母这块都几乎没有什么，没什么枷锁啊。我一直有一个观点，姐弟恋的成败不在弟，一定在姐，就是你的内心有多大，你的世界能装下什么，那他就能装下什么。当你的世界变得很小的时候，有些真的很美的东西它是装不下的。时间留给你们一起进入真情六十秒。其实我确实应该不能那么着急一直去逼你跟我结婚，我也想把心静下来，用平常心去对待。你平时也需要多理解理解你，多理解你的一些想法啊什么的。怎么说呢？我希望你平时，我们相处过程当中，你其实挺成熟的，比我成熟有方面。我也希望今后有一些生活上的时候，你不要太表现得太幼稚了，能多替我考虑考虑，我也会多替你考虑考虑。哎，谢谢两位，请回，请回，谢谢主持人，谢谢你们，谢谢。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欢迎登录优酷视频、腾讯视频、搜狐视频观看节目的完整内容。雷老师，你预测一下会出来吗？一定都会出来，如果不出来，怪曲伟。好，我再次强调，我不是反对姐弟恋，但他们俩真的，我是觉得有怀疑。你怀疑什么呢？就是因为他们都是在受到了伤害，然后马上都180度去转向了。你是觉得他们有可能是因为彼此疗伤，有这种可能性，就不敢再去找那样的了，而找一相反的试试。但是我当然祝福他们好了，我觉得他们俩也会出来呀，但一定要面对问题啊。来来来，看他们自己的选择，请开门。行了行了行了，我们就是希望你们能开开心心的恋爱，然后顺其自然的下去，走到哪一天就是哪一天，好好恋爱就好。来，我们一起见证属于他们的浪漫时刻，各位请见证。小子，这感觉挺激动的，可想而知他们周边的人给他们多大的压力。加油哈，好好相爱吧。谢谢你们，请回。谢谢谢谢谢谢，祝幸福，请回请回啊。小伙子，周边就是你这样的人，你看弄得人都快哭了，太不容易了。那让他迅速成长吧。在这段关系里面，最后他到底是一个什么结局其实并不重要，只要彼此珍惜珍重这份爱，我觉得什么样的结果大家都乐意看到。好了，我们来了解下一对嘉宾的基本情况，请看。我以为他应该比我更成熟稳重，但慢慢发现他做事从不思前想后，也不和我沟通，而且强势霸道，到最后还是我给他解决所有问题，但他从来都不念我对他的好。每个人都有自己的规划，我觉得没必要每件事情都告诉他。和他在一起这么长时间，他对我一点都不真诚，还和我耍心眼，这是我不理解的。有请这对情侣，有请。小王22岁，来自广东，个体。小刘28岁，来自广东，美容院店员。欢迎两位哈，怎么认识的呀？我跟他是在单位上班认识的。哦，谁追的谁？当时是我追的他，他就是人嘛，就是比较热情，而且比较贴心啊。我上班的时候有一些难题嘛，比较难解决的，他就会热情的帮我。哦，那今天为什么而来呢？就是他比我大嘛，我觉得他就是应该比较成熟懂事一点的。但是后面相处之后，我才发现他处处对我耍心眼，把我甩得团团转，我就真心玩不过他。
什么事儿啊？你说的怎么这么深奥啊？来说说说说。就是当时我们在深圳工作嘛，上班上得好好的，他突然就离职了，也不跟我商量一下，后面他才跟我说是因为家里面有事儿要回去处理一下。那个时候他也没有跟我联系，但是突然有一天他就发了条信息过来，要跟我借50000块钱。我就问他干嘛要借那么多钱，他也没跟我说，就是支支吾吾的回答不上来，我觉得不靠谱吧，所以我就没借给他，他还特别的生气呢。那我去跟我闺蜜开了美容院赔本了，我肯定要找你借钱啊。开店去了？对。不是家里有事儿？因为那个时候我觉得他一个大男人，他又不懂我们的美容行业，所以我就没告诉他，我是想给他个惊喜嘛，但是后面失败了。他问你借钱的时候跟你说理由了吗？他什么事也没说，他就支支吾吾的回答不上来，就说先借我50000，有急事儿啊，所以我就不敢借给他呀，因为我觉得这个事儿不太靠谱。哎，你别说，他年龄小啊，警觉心还有啊。因为那个时候他离职了也不跟我商量一下，那个时间也不跟我联系，那你突然就跟我说开口要借50000，那我当时肯定是很纳闷啊，而且我也有点生气。那个时候就是他不懂嘛，我就不想告诉他，我想成功以后再告诉他，然后给他个惊喜。行，其实我就是觉得他在跟我耍心眼，就是怎么会有这感觉呢？因为那个时候我没借钱给他，他就特别的生气，而且就是跟我冷战嘛，我觉得这样下去也不是办法。后面我就找到她的闺蜜，我就问她最近美容店的生意怎么样，她说他们已经把她踢出了局。那个时候她还跟我说了一个事情让我特别的生气，就是她说他们当时创业的时候没有告诉我，是因为等创业以后就是想把我给甩了。我当时听那句话我就真的很生气。这不都她闺蜜说的吗？对，她闺蜜告诉我的。哦，那个时候我跟她还有聊天记录呢。哦，其实他说得很清楚，就是这个意思。哦，明白明白，这对。那这个闺蜜有搬弄口舌之嫌，如果真是这样的话，有一个事实是坐实的嘛，就是她跟闺蜜之间已经有了经济上的利益冲突，对吧？对。所以闺蜜再说这些事儿，我觉得可考虑可不考虑了吧。她就是诚心的，创业失败了嘛，赔完钱以后闹翻了，她就想搞破坏，挑拨离间。我觉得她就是在耍心眼，因为那个时候我听到这句话，一开始我是很单纯的，我相信了，我以为她就是跟她说的一样，就是她闺蜜跟我们挑拨离间关系。但是后面我又想，因为我跟她闺蜜也是认识的嘛，然后她就是可能也不会来骗我，然后她说的有可能是真的。嗨，这恋爱谈的行，借钱让你觉得她在耍你，还有什么事儿你觉得她在耍你？还有一次就是我们在一起快一年多了，带她回去见见父母，表现表现，但是她一去到我家里就什么都不干。坐在那里玩手机，然后那个时候我妈煮饭什么的比较忙，她也坐在那里就是不去帮帮忙，打打下手什么的。当时我也很生气啊，然后我跟她说，她觉得她还自己很有理呢，就还生气了。我觉得我第一次上门就是客人，我就不应该干活的，我是想着结婚以后再干的吧。那这个跟她耍心眼有什么关系吗？我觉得她吧就是在跟我们耍心眼啊，而且那个时候我都跟她说了，我带你回来只是看你一个态度，不是说让你干什么活。但是他我觉得就是在找借口，就是不想干活，以后也不用干活那种。哦，就是我起步的时候我告诉你我是懒的，你们要接受我，我以后也逃避干活。对，他有你想多了吧小子，我怎么打破头我也想不到这一层。就是我觉得他就是老爱跟我耍心眼，而且他特别沉迷穿汉服，我觉得他穿的特别难看，不服他这个快30多岁的人了。这个是我的爱好，你应该支持我的。刚开始我是支持他的，那个时候我也给他买过一两件嘛，但是他后面呢就是越来越着迷了一样，买200-300的他觉得还便宜，他就是不喜欢，他偏要那种500-600的，一个月下来他要买7-8套，我就很不理解呀。但我就是喜欢啊，就想挑贵的买，因为贵的有质感嘛。他每次买了汉服之后吧，他就是喜欢拍照，但是他拍照呢就是很喜欢拉了一群男性朋友出去拍照，然后后面被我知道了之后，我就感觉我特别生气，因为毕竟我是他的男朋友嘛，他这样拉了别人出去拍照算几个意思啊。就是他跟其他的异性去拍汉服照没跟你说过？没有跟我说。所以你说这是他骗了你耍心眼是吧？那我叫你去的时候你要不去，那我就找别的朋友去咯。你叫他去过是吗？我叫他去他不愿意去。哦，那我就找别人。因为我觉得他这个汉服根本就不好看呀，一点都不符合他现在气质。其实我也有私心，我就想气一气他的嘛。
哦，你拍什么样的呀？有照片吗？我给带过来了，给大家看一下吧。你看他那个动作，我就感觉这个容嬷嬷似的，一点都不好看。可是我真的喜欢啊，就是想他支持我。我是真的不喜欢，而且我觉得也特别不好看。行吧，那听明白了呗。从女方创业失败之后，双方开始出现了很多分歧，对吧？也不怎么沟通。那现在你们是个什么状态啊？现在就是我回老家创业了嘛，我老家是在梅州的，他在深圳上班。哦，那还是有点距离的。那为什么没有跟他回家一起去创业呢？我还想把我的美容行业再搞起来嘛，我就不想跟他回去，我也不想他回去。你为什么不想他回去？因为异地恋不长久，我就想每天看到他嘛。你现在创业多久了？我现在已经半年了。半年了？对。那你们这半年是个什么状态啊？经常吵架吧，有时候两天一小吵，三天一大吵那种。咋吵？在哪儿吵啊？微信里啊？对，微信里面找。因为他这个人吧，就是控制欲特别强，而且特别想拿捏我。现在不是已经异地半年了吗？你们见过多少回？也就才一回而已。谁看谁的？我比较主动去找他的。你都没去看过他？为什么不能？我也要上班，我也忙。好吧，那要继续异地下去，你会怎样？分开吗？看情况吧。你呢？我觉得我还是挺爱他的。如果他就是不要跟我耍什么心眼，稍微真诚一点。他还跟你耍过什么心眼呢？不真诚，你反反复复说这，我没听出来啊。我觉得他这就是跟我耍心眼，因为通过就是这几件事情嘛，我就发现他说的跟他说的就是不太一样。不是，就是创业是一件事儿嘛，对吧？对。还有一个就是去你家比较懒嘛，不像是耍心眼。今天来到底是为什么呢？我就是想他能改变一下自己，不要老是花钱大手大脚，因为他买汉服老是让我给他买。那你都不买给我，什么才能证明你爱我嘞？爱不爱不是通过花钱来衡量的。姑娘，我问你啊，有考虑过结婚吗？考虑啊。考虑过他吗？考虑吧。考虑吧是什么意思啊？要是他愿意为我付出，我是可以的。那你家里没催你相个亲什么的吗？催呀。当时就是有一次吵架嘛，那个时候他就是可能是也是无意间他就透露出他去相亲了，一听这话我就特别来气，他这是把我当备胎一样那种。我承认我就是去相亲了，但是我也是被迫的，因为我也到年龄了嘛，也需要结婚，但是我们现在异地恋，家里也不太同意，我才去相亲的。然后我也是应付了事，我不是真心想去相亲的。我觉得他应该要做出点改变，不要这样子，就是老是跟我耍心眼。创业失败了才想起我来了，他就是其实这个坎儿你过不去是吧？对，他就想着什么时候创业成功了，然后就把我甩了。哦哟，那如果是这样的话，为什么你非要跟他在一起呢？因为我觉得吧，感情也是来之不易，然后我也还是感觉我自己还是挺爱他的。你爱他什么呢？就是我觉得他这个人其实本质上也还行，就是不是说特别坏那种，就是有一些毛病需要改一下。因为有些事情他其实都是没有跟我说。好，我接着我帮你问，你愿他回深圳陪你一起创业吗？那也行。什么叫那也行啊？如果他那边可以的话，我也可以去他那边。哦，他那如果创业好了也可以去是吧？因为我们之前就是协商好的，就是两边同时创业，就是看谁那边的起子好一点，我们就是。所以双方都在跟对方留备手嘛。既然相约彼此在不同的城市去创业，谁创成了就投奔谁，好像在做一场创业的竞赛。他们口口声声都说我们还爱着对方，喜欢对方，但是这样一段关系它还是一段爱情关系吗？应该怎么相处呢？我们来听听老师们的建议，一起进入丘比特问卷。如果你们是在恋爱的话，我只能说恋爱质量真的不高。首先啊，你们的这个信任会因为闺蜜，而且是散伙以后的闺蜜，有矛盾的闺蜜，一面之词，就开始怀疑自己的女朋友了。你们之间的信任根本不牢靠。你是怀疑她骗你钱吗？我是怀疑这样子，是这样子、啊。你已经怀疑她骗你钱了，你知道这是本质上的不信任吗？也不能说是吧。不，你对你女朋友的几个评价，已经不是一件事儿、一个缺点的评价了。如果你说他身上有一个缺点，我希望他改正，这是一个小的不满意。你对你女朋友的评价都是人格层面的，你知道耍心眼儿在人格层面这是一个全盘否定吗？这人不老实，你反复说他在跟你耍心眼儿，然后你还说你爱他。我觉得他就是因为
创业失败了嘛，那时候他就是想创业成功把我甩了，然后创业失败了就想起我来了。这个怀疑来自于他的一个闺蜜给你的一番短信息，对吗？而且他创业的时候，你是在从别人的嘴里去判断你的女朋友可信不可信，是吗？那别人的闲话多了，今天张三说一句，明天李四说一句，你都信？然后第二个，你对你女朋友真的缺乏基本尊重。照片放出来，就是一个女孩子爱美，你当着所有人的面说像容嬷嬷，你不觉得你女朋友很没面子吗？她的男朋友声称爱她的人跟我们说自己的女朋友拍的精心的照片，打扮以后的照片像容嬷嬷一样，你又从容貌层面根本否定了你的女朋友，你从人格层面不信她，你从容貌层面否定她，私下也就罢了，当着我们，你觉得你这个恋爱谈得好吗？可能你付出的很多，刚才我听到一个细节，一个月挣五六千的情况下，一个月要给女朋友买六七套汉服，我问一下，是你男朋友掏还是你们两个分担？他掏。这就是你身上我特别没法认同的一点，你的原话是，他不给我花钱怎么证明他爱我？然后你还真在恋爱阶段就花他的钱，这就是你觉得他爱你是吗？你们两个的恋爱质量真的不高。那就分了吧，大家三观都不合，你坚定地认为谈恋爱就得男朋友花钱。但我们有时候也会相互的呀，因为我有时候我也会给他花钱。但是刚才你所说的是，我就是要找他借这个钱，他帮我赌这个债，他就是得为我花钱，如果他不为我花钱说明他不爱我，你认为这种观点是对的。可你男朋友认为，我觉得女朋友跟我在一起，她不能找我要那么多钱，然后我觉得我的女朋友跟我在一起不能向我借钱，同样我觉得我的女朋友她如果创业做任何事情必须要跟我说明且经过我允许。你们两个完全观念不合嘛，干嘛口口声声说爱呢？而且男生，我觉得刚刚就雷老师说那一点，真的，如果一个人在别人面前总说自己爱的那个人各种不好的话，那就是不爱。你不要说因为你们在一起，你天天说他这不好那不好，你天天说你看我还是跟他在一起，我结了婚我还跟他谈着恋爱，我还为他花钱，但心里就是不爱。你越做越为他花钱，你心里觉得自己越委屈，你已经不认可他了，你觉得他就是在图你的钱，那就分开吧，真的都已经异地了。然后我想跟女生说，谈恋爱的时候彼此花钱我觉得没问题，但是如果你是在谈恋爱期间找别人借大笔的钱，真的这个行为就会让别人怀疑你动机不纯。你觉得你还从他那儿能借到钱吗？要他相信我，我应该会的。你怎么让他相信你呢？你还相亲去了呢？我相亲是被迫的呀，因为我还爱他，我还放不下他。你被谁所迫？家里啊，家里不是我年龄大了要结婚呀。到底是家里让你，还是你也自己觉得年龄大了？所以姑娘，你爱这个男生吗？喜欢啊。哦，喜欢啊，是吧？我也爱他呀。哦，你不爱，你真的不爱，你索性现在就去创业吧。因为你的年龄你要成家，但是呢，因为你的爱好你要去创业，你得选一样，只能选一样，然后全心全意的去对待。男生啊，这个女孩你也不怎么爱，否则你不可能不借她钱。因为她支支吾吾回答不上来。那你为什么要跟她在一起呢？因为我觉得她就是我是。因为你始终没有在她身上吃到亏，你但凡吃点亏，你一定会跟她分开的。你没有抓到那个吃亏的把柄，所以你一直在找。他在你眼中就是一个有罪推论嘛，我就找，你看这句话是不是骗我，你照相是不是跟别的男生去了，等等等等，你在干什么？你们不是在谈恋爱，互相在消耗，现在恋爱不适合你们俩，就这样。你们两个人这个恋爱谈得很奇怪啊，就姑娘，你有没有觉得自己在人际关系里面是出了很大的问题？你看你啊，身边合伙人闹翻了，闺蜜也闹翻了，男朋友
怎么选择自己去定。我希望你今天你能说实话，让我们一起。其实刚开始我认识他的时候，我觉得他人是挺好的，但是后面吧，可能就是相处的时间长了，然后也不怎么沟通了，我发现就是沟通方面缺少了很多东西，然后他有些东西他也不跟我说一下，也是缺少真情吧。有时候可能我也是没有真的去沟通吧。后面我发现他也是就是不怎么跟我说话了，而且也是感觉就是到处都是傻我一样。哎，就这一分钟的交流，两个人都没找到跟谁说话，连交流对象都没找到。你不是应该跟他说吗？你干嘛跟我们说呀？哎，不爱了就走吧，别那么勉为其难。谢谢两位，请回吧。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我们栏目组的唯一官方报名热线是02-2360-6301，有情感困惑的观众可以来电报名，不收取任何的费用，小心被骗。接下来就预测一下结果吧。我觉得男生应该是不会出来了。我会觉得男生要出来，女生不出来，双不出。我觉得呀，有可能双出。来，我们看看他们自己的选择是怎样的，请开门。我估计5万块钱一没借，这姑娘就在自己那个词典里把这个男生就屏蔽掉了。行了，今天也算是做一个了结，与其稀里糊涂的说爱和不爱，不如明明确确的一刀两断，这样一别两宽，各自欢喜，找到属于。本节目由葵花药业独家冠名播出，修护胃黏膜，认准葵花胃康灵。再一次感谢葵花药业对本节目的大力支持，也谢谢各位老师的分享，感谢电视机前观众朋友的收看和陪伴，我们下期节目再见，谢谢大家。